2020年很特别，它是十二生肖重启的鼠年，还比往年多出来一天。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八名幸运儿参加特殊的庆典活动。他们将有机会利用这比往年多出来的第366天，去体验他人的人生。接下来，你们就要从人生阶梯的第一层出发了。来到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我们现在要前往这里最美的十里芳菲。好美啊，这里好美，好舒服，这环境好啊。下船了，走，兄弟们，是要干嘛呀？认真的吗？哎，咱们去哪儿啊？是往这儿走吗？哎，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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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档案馆。干嘛呀咱们呢？我特害怕录这个。人生档案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认真的吗？哇哇哇，免费体验另一个人的人生，十二周年人生档案馆，感觉特别可怕的样子。哎，等会儿，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道具，快看！这做的太丑了，我知道，好丑，我都得确认一下，有我吗？这里真认不出来，这个真认不出来，这个百分之百是你。我看见有一个有胡子的，那有胡子那鼻子怎么有点像刘德华呢？那鼻子，这郭麒麟是我说，这 baby， 这把我做的不太像吧？我感觉我那个不太像，不是你那个最像了。这个是小贾，找他们退钱。我觉得不行，导演这个做的不好，不像。欢迎八位来到人生档案馆，今天呢是我们档案馆每12年一次的庆典活动，你们八位非常幸运被选中，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创造一段新的人生啊。你们身后有我们的人生阶梯，根据你们今天每个阶段的人生经历，这个人偶呢会在台阶上向上或者向下来移动。哦，人生巅峰。你们过完今天一生，最终自己的人偶在阶梯上站的位置最高的那个人获胜。接下来我们请管理员为你们送上你们的档案。从你打开这个信封的这一刻开始，你的人生就变了。李小牛，李小牛，李小牛，李小牛不错。李小牛干啥？小牛哥，小牛哥听起来就很贵。今天无论你们把这段人生过成什么样，都会如实记录在档案上。哇，教育背景、工作经验、婚姻状况，婚姻状况五，婚姻状况五，婚姻状况五啊！你们手上也拿到了一个全新的名牌，而这个名字。就是你们今天要创造的新的人生。一旦换上名牌之后，你们就不再是你们自己了，而是一个全新的人。还有角色扮演啊？难道？熟悉的感觉，哇，这种感觉好爽的。啊！好刺激！好，我给你贴一下。郭大林，郭大林，变身呀！大家好，我给你再自我介绍，我叫李小牛。啊，变白痴了，这是。3秒钟入戏了，你这智商感觉不太对呀、啊。这个就不用跟我们竞争人生巅峰了吧？
做啥子噻？我是那个湖南的那个蔡小葵，你晓得我不？啊，我初次见面。你好，你好，你好。哦，你好，哦，你是那个？我是大黑牛，是小牛。小牛，小牛，你好，你好。是不是卖房子的你？啊？不要啊！不要房子。干啥？不要房子。我买，我买。哎呀，又小牛，又小牛。你好，这是坏人，这是。欢迎，朋友们，欢迎来到这个世界。你们马上就要出生了。刚才在肚子里聊天是吗？众所周知，人的外貌是天生的，所以在出生之前，大家要先通过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各自的外貌。啊？哦，这么草率吗？太草率，这么草率吗？外貌是用掷骰子来决定的。好大的骰子呀！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面部特征，大智，看这个，雀斑、欧式大平行是什么？超长睫毛、胎记、尖下巴、高挺的鼻梁、自来卷，每个人可以选一到两个特征。Baby 先来，好，先来吧。我觉得你肯定会摇到那个，就是什么大智啊，大智啊，胎记，胎记，大智。大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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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我说什么来着？哎，说什么有什么，我这个嘴已经开光了，真的，我告诉你，来吧。再来一个发达的鬓角，鬓角发达，鬓角发达。不要大志，我不要大志。哦哦哦！哎呦，我超长睫毛，差一点点，吓死我了！我以为两个大志，好惨哦。来吧，下一个，小葵。哦呀！哎呦！哦哦哦！大智，大大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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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智，开机，开机，开机！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死而复生的感觉。来个大智，来个大智。鬓角发达，完了完了！鬓角发达，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很危险，我感觉。我来，小牛。大家好，我是小牛。来，哎呦呦呦呦呦！来，给他挪眼。哎，好。大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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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赖了这个。没看见，啥也没看见，就是大智。绝没有啊，绝没有。哎，自来卷。自来卷，这可以，这可以。你看，还有一个好像对吧？好了，两个了。大智自来卷。对呀，大智加自来卷。刚才你们没有看到吗？没有，没有，没看见，没看到，没看到。你们瞎了吗？你给他的大智上加一根自来卷。我来。我来，郭老师来一个大平行，欧式大平行。哎，郭大林抽到怎么变成欧式大平行呢？嗯，所以就很期待啊！我也很期待，我好期待郭老师。必然不行，我得先甩一下，我跟你说。大平行，大平行。超长，超长睫毛，可以，长睫毛也行。再来一下啊！上上上！欧式大平行。非给我来个眼妆呗，是吧？行，走，再甩一个号。大家都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外貌，接下来请我们专门的基因设计师来为你们亲手打造你们的外貌。让我们欢迎基因设计师。哇！哎呦，哇塞！哎呦，哇！哎呦，哇塞！哎呦。工作室女娲出品，必属精品。你们的外貌将由我们亲手打造。我们有脸型科、五官科、毛发科、皮肤科，请各自到相应的科室就位。
眼睫毛是五官还是毛发的呀？五官科。我是超长耳朵和那个眼睫毛。超长耳朵。对，耳朵。这儿，在这里。胎记还可以。哎，挺可爱啊。对啊。你也有胎记？我没有，我是大痣。你是睫毛啊？我睫毛啊。睫毛什么？睫毛和双眼皮儿。哎呦我去！天哪，天哪！这怎么会这样？跑男怎么录成这样了？真不错，你们这个胎记是吧？感觉是美容了一下而已。对啊，羡慕这个胎记啊。贴哪儿好啊？真的不知道贴哪儿好。这样还行。你也太帅了，我这太有意思了。早知道我就不做发型了。哎，你们谁是粘耳朵的呀？我这好像有点影响听力，我明显感觉听不太清楚了。我这是刚出生吗？我感觉我进到迟暮之年了，都听不见了，这已经。那正开，不就已经快被憋死了吗？什么鬼？正开！哇塞，太高粱了吧这个！我要退货。他还以为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收爆了好吗？我要退货。我怎么觉得突然看到了我奶奶的样子？你跟我外婆的发型好像。我看到了我奶奶的样子。哎呦，不过这可不错，这个。我已经重生了，我想去看郭老师的欧式大拼型。我也想看郭老师的欧式大拼型。郭大玲的眼睫毛也是很妖艳、啊。郭老师，你有闺女了。哎呦，哎呦，不是，确实，郭老师啊。郭老师，你有闺女了。感觉怪不好意思的。我要我也叫郭小玲吧，要不然。大玲，大玲，你好好看。嗯，夏老师更漂亮。对，天哪，主要配着胡子。不是，我关键老觉得眼珠子这玩意儿不舒服，你知道？我40多年咋时候粘过这玩意儿？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粘假睫毛了，就一下这个双眸啊，就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我没有办法不看你们俩，你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知道吗？就是我的眼神离不开你了，就你随便这样一眨，你知道吗？就实在受不了。这才是互相。那人家今天就不卸妆了，别卸了。我这样，我把你俩牵着你俩的手，给你俩发出去吧，怎么样？一个媒婆带着俩大黄，什么黄花大姑娘，跟我走。牛妈，您慢点。妈妈，等等，我刮个胡子再打。别着急，别扎人家。邵老师，我们是一家人。对。哎，你这个还行哈。你这看上去不违和呀。不违和。这还是蛮好看的。OK， 谢谢。成功了。哎呦，这青春的痕迹可不赖。兄弟们，我回来了。兄弟们，我回来了。差两把斧子，这是。李逵，李逵，对。程咬金减肥后。我想了很久，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的人生一大理想。郑恺选了一个全场第一身的。哇，好帅啊！好帅呀、啊！好帅、啊！喂，儿子。好帅、啊！儿子，哇，好帅、啊！好帅呀、啊！好帅、啊！哇塞！儿子，到妈妈这里来。Oh, sorry, I don't speak Chinese. Who are you guys? 变化太大了，好帅，好帅呀、啊，凯哥！这应该是我们其中唯一一个变帅了的。Hey, what's up?
How you doing? 你还蛮适合这个鼻子的。Yes， 很高兴费翔老师也来到现场。Oh yeah， 这老感觉换了个嘉宾。大家的外貌都已经做完了，可以去拍一寸照，我们会记录在你们档案里。下巴低一点，哎，笑得可以灿烂一点。三二一，哎 20世纪的某一天，伴随着洪亮的哭闹声，八个生命降临在世界上，像春天的植物一样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八个人中，这个块头最大的是李小牛，他是个耿直善良，同时又纯真傻气的小伙。这个腮帮子鼓鼓的大眼睛小妞叫做杨小颖，他的偶像是水冰月，他的个人技能是发射璀璨的星星眼。小米，你们。这个有着超脱成熟表情的是郑小凯。是个下楼倒垃圾都要精心打扮的精致都市少年，笑得最乐呵的这个浓眉毛帅小伙叫做沙小易，在他眼里世界上就没有一个酱肘子解决不了的烦恼。这个安静清秀的男孩是蔡小葵，遇见他之前我以为这种人只活在漫画里呢。旁边这个长得最喜庆的小眯眯眼叫做郭大林，如果每个人都是一种动物的话，他应该是随时背着卧室的蜗牛。这个扎着羊角辫的是关晓彤，如果把头发放下来再看背面，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只有四肢的头发精。哎，这张拍糊了，他叫做 Justin， 之所以拍糊是因为他根本无法安静超过10秒。不知不觉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过去了，转眼来到了他们高考的日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考点现场。这一场万人过独木桥的考试对于考生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人生走向。舅妈为什么拿一朵花呀？一枝夺魁呀。哦，一枝，我又看到了，一枝夺魁。我们穿着旗袍就证明是旗开得胜。哦，黄色灰色哈，我们希望我们的宝贝女儿从今天开始走向辉煌。加油加油欢呼！不负众望，一定加油，一定加油啊！一定要考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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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考生进入考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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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祝你们考试成功。请各位考生按照指定考试座位入座。紧张是不是？吓人。将准考证放在桌子右上角。同学们，寒窗苦读十几年，成败在此一举。在今天的高考结束之后，你们八人之中成绩排名第一的人可以获得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第三名的人获得的是普通本科大学录取通知书，第四、五、六名的人获得专科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七名和第八名落榜，无法进入大学学习。那他干啥呢？进入社会大学是吗？那我就嫁人了。那我就选择另一个人生，结婚生子。作为考生请注意。吓我一跳。请严格遵守考试纪律。我听不到这声。任何违纪舞弊行为都将受到严肃处理。现在宣读考试规则。本次考试为小答形式，每题分值100分。
扣后，其他考生可继续抢答。请听第一题。好可怕。听一题，请听以下对话，回答问题。Dad, I'm hungry. Hello, hungry. Dad, I am serious. No, you're hungry. Dad, you must be kidding. No, I'm dad. 请问这两位对话者是？什么？还真的是高考题。请抢答。啊？这是他母语啊，对不对？果然是外国人啊。应该是儿子和父亲，是 C。四长一短选最短。对对对，这五长一短的。回答正确。哇！那太简单了，我这还用答吗？爸爸，我可以留在中国读书了。数学题，请说出正确的单位是等式成立。涂点安慕希。请抢答。怎么就一只加一只等于一双，三什么加四什么等于三个加？别等了，再憋也没用。请继续抢答。三个座位加四个轮子等于一辆车。啊，为什么？什么车是三个座位？没有没有。请继续抢答。蒙一个。快点说，我这有答案了，快。三只加四只等于一群。三栋加四栋等于一单元。三罐加四厅等于一打。一打十二。打十二个。哦，我。还能抢吗？不能抢了，是不是？抢不到了。请继续抢答。三天加四天等于一礼拜。哎呀，太……三天加四天等于一周。完了完了完了啊！回答正确。哎呀，厉害！哎呀，气死我了！以下人物和名字对应错误的是？这我放心了。请抢答。写的英文我看不懂。D。请继续抢答。A。回答别错误。你们是弱智吗？我知道。请继续抢答。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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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请继续抢答。请继续抢答。飞飞飞飞飞飞。回答。他叫 Michael Jordan， 对，他不叫 Air Jordan。我们没有仔细审题，关键弄这么一张照片，谁不以为是 Air Jordan？ 是。常识题，请问下图的铜像是什么人？请抢答。怎么就抢到了呢？我告诉你啊，回答错了可丢人啊，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给你施压，我可知道答案啊，别让我瞧不起你。这太简单了。我猜是我的老乡，山顶洞人。你的老乡，我的老乡就住在这个洞。场外支持啊 ，Justin 都告诉你了。山顶洞人。请继续抢答。B， 北京人。哎呀，对了，你回答正确。非得让北京人回答北京人吗？他是误导我，他说张思雨，你告诉我答案。那个出现在那个书上，特别的就对，就第一页就是那个书。对，历史书上翻开就是这个。看图猜电影名字。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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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请抢答。谁？啥呀？《爱丽丝漫游仙境》。哦。快抢，快抢，快抢！是吗？他那已经亮了。不知道啊，你看。好不容易抢到了，不会。不知道。小丑 ，Joker，Joker。请继续抢答。
《爱丽丝漫游仙境》。嗯哦。爱丽丝梦游奇遇记，爱丽丝漫游仙境，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差一个字，什么玩意儿三这是？请抢答。失恋三十三天。我知道，请继续抢答。前任攻略三。前任攻略三嘛，他演的。哇、wow、啊，这是什么呀？屎，星星。请抢答。西红柿首富。屎星前洗澡。屎星前澡。有什么戏一开始就进屎里了？请继续抢答。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变，变。哎，我不能抢了。告诉我。我说错了，你看心，什么变？变形金刚，拉倒吧。回答正确。哇，跟变形金刚有啥关系？第一个是变呀。第二个是星星，第三个是金，最后一个是浴缸，变形金刚，换套路了。这是什么呀？这是老人炸小孩啊？这炸小孩儿？鞭炮小孩？请抢答。过年。回答错误，请继续抢答。老炮儿，哦，回答正确。哎呀，真是，对对对，我已经想到了，没抢着。老炮儿，哎呀，我的天，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我的天，好苦恼。请抢答。疯狂动物城。啊，对，碟中谍。请抢答。蚂蚁上树。别抢了，给我们点机会吧。老婆饼。哦，上大学了。哎呀，我说前一道题没答对。我答对了吗？没有吗？我也没有吗？嗯，哎，我那道我本来就可惜了。追不上了，追不上了，追不上了，追不上了！哎呀，零分了，零分了。常识题，请哼唱出以下经典旋律。请抢答。有。哼唱吗？当当当当。因为如果需要我。别说，我这有答案了。你这是龙标，我听你演唱这个，不是吗？往他哼完，我也忘了。请继续抢答。不是，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但是我被他一唱跑调了，知道吗？这不坑人吗？太坑人了，你这玩意儿。那就打吧。请继续抢答。哎呀，我等会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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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哦，吹蜡烛。
我一声没唱。请继续抢答。我一声没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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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了，我刚不是这么唱了吗？他没有唱出那个梆梆梆梆梆梆。哦，是不太一样，是不是？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你说我看这么多年新闻联播，我能不会唱吗？对，哎，坤儿，刚才你那就对了。哎，我刚刚唱的是什么？当当当当当当。你这是龙标，我听你这像是这个。请抢答。请继续抢答。不是那个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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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请继续抢答。哎，按了，我没按呢，我真的靠了一下呀。小贾，小贾，小贾，你试一下这个，你试一下这个。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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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这不新闻联播吗？这不新闻联播吗？我随便试一个吧。当当，算了，打吧。就这吧，就这吧。本题正确答案是。噔噔噔噔，对这个题呢，如果安静一下的话，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脑子里是一片混乱。这我真这我也不知道，这真不知道，这真不知道。请抢答。这真不知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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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是猎豹的记忆。回答正确。哇，终于不用嫁人了是吧？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接下来是今天考试的最后一题了啊。那怎么也得抢啊。那先抢着，先抢着。请问这件衣服上一共有几个洞？请抢答。三四五六七八个洞，这不是六个吗？背面啊，它是透的呀，它后面也破了。哈哈哈，太正确。等一下，少了一个，哪少了？你这下面这儿还有一个洞吗？算了算了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八个洞嘛。我终于答对一道了。考试结束。哎。刚才在考试过程当中呢，答不上题的同学肯定平时没有好好听作业帮的直播课。所谓名师有大招，解题更高效，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可以上作业帮直播课来学习一下。好，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公布大家最后的考试成绩了。恭喜郭大林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我们是差得最远的。好难过，一个不完整的我怎么配得上一个完整的你。请来领取你的录取通知书。哎呀，我要去名牌大学。你的人生阶梯可以往上走三格，一格两格三格。郑小凯和关晓彤考入了普通本科大学。不容易，我个留学生我也能考这么好。你的人生阶梯可以往上走两格，李小牛、沙小艺、杨小颖、贾斯汀都考入了专科大学。我是鸿翔职业技术学校。我也是鸿翔。哎，我们是鸿翔职业技术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我是黄翔。我是荧光绿翔。有种不祥的预感啊。专科的同学人生阶梯上行一格。很遗憾，我们只有一位同学落榜了，就是蔡小葵同学。
三分之。你再念一遍题目啊！正确的单位，好不容易抢到了，不会了。本来想猜的，就怪你说相声，这么简单都没有猜出来。我的天！我刚刚不是这么唱的吗？哎，我刚刚唱的是什么？太可惜了！哎，我那道来，可惜了。蔡小葵虽然落榜了，但是不要灰心，这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旅程，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等着你逆风翻盘。无论有没有考上大学，都请继续加油。就这样，八个孩子中的七个都顺利考上了大学，步入了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在那里，他们学习，参加社团活动，度过了愉快的校园生活。与此同时，落榜的小葵也没有放弃前进的脚步，他开始钻研电影、音乐，争取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大学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转眼间，八个孩子就要步入社会，开始求职之路。在招聘会上，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努力争取，但很遗憾，杨小颖和沙小艺没有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工作。家人怎么养？而其余人的工作都不错。随之而来的是这八个人在人生阶梯上的位置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很快，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婚礼当天，不走寻常路的沙小艺没有租车，而是选择骑电动车迎娶新娘。这个挺好玩啊，我觉得好好啊。我骑的是台铃电动车，又快又稳，好车。我超车了啊，要超车了。哎呀，超车了啊。我告诉你啊，就那么几个新娘啊，先到先得。欢迎各位新郎来到蝶莱雅谷泉酒店。坐吧坐吧坐吧，随便坐吧。那我那边来吧。好，你们的人生也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杨小颖跟关晓彤等待着与你们当中的两位发生一段青梅竹马的缘分。只有俩呀，只有俩呀。不是，这俩是青梅竹马，其他的都是后来找的。哦，那行那行。你们的餐桌上都有一道你的菜，现在请大家揭开盖子。我吃啥都行，我的菜。我的菜。哇，哎呦，请帖。喜帖。旁边是新娘的自画像，还有一个她的描述。这跟我太不匹配了。你怎么知道？你看我这个新娘啊，我的肩膀借你靠，她的肩膀借我靠，我让你，我跟你讲，大家看我一打开，我一开始以为是李晨的，就跟照镜子。哎，我觉得我这个金刚芭比啊，金刚芭比啊，我不是金刚芭比。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蛮不错的，真的很蛮，真的不错。你们最起码还是个人，我这个看着照片上面就真的是他自己把自己画成了一头猪，真的是头猪，我不是说什么。你现在说的话，我跟你讲，外头都听见了。我觉得我这女生应该特别可爱，特别可爱。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结婚仪式 ，Let's go go。好紧张哦，我有点紧张。哇塞，这么正式。尊敬的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从各位的掌声里听得出来，大家也非常期待今天下午一起来见证这充满了幸福感的时刻，对不对？好紧张啊！好紧张啊！我真的有点谁不想我？这我头一回。让我们有请帅气的新郎们上场。上场了，哟！啊，天哪，好紧张。
身，把帅气的新郎们请到舞台中央。这都哪儿来的亲戚朋友们？一个也不认识。有有有，我刚才看有我父母，在考试的时候谁在来着？对对对，哪边来着？哪位是郭大林的父母？哪位是李小牛的父母？在那儿，在那儿，你看，你看，有有有有有有有。我们现在都很忐忑，你知道吗？我们莫名其妙的就走向了幸福之路。对，幸福总是突如其来的。对，嗯，我也特别的开心，我没想到我能再一次登上结婚的这个。这期必须播出去啊！这期必须播出去。哎呀，谢谢节目组。离我最近的这位郑小凯同学，来，我们先往前一步走。就啊，就这就来了啊，来吧，来吧，开心哦！哎呀，恭喜啊！让我们有请郑小凯的新娘高鼻梁的重庆妹儿。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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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哇！哇！我的天哪！哇！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的天哪！哎，你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是还可以了？没有白来吧？没白来，没白来。来来来来来来，太突然了。大家好，我是潇潇，来自摩尔多瓦的重庆女儿。哇哦！什么感觉，郑小凯同学？反正，还是意大利人。反正人生已经做到了巅峰啊，我觉得这一集我就赢了，赢了。你怎么报答节目组的？对啊，节目组，我此生我就在这个跑男不走了。接下来请邵小一同学往前一步走。哎，等一下，等一下，别激动，别激动，别着急，别激动，别激动。等等。我知道你已经心向往之，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保证好自己这个状态，好不好？好的，低调一点。让我们有请沙小艺的新娘，我的肩膀借你靠。那么强壮啊！啊，有！哇，好明显啊！靠肩膀，靠肩膀。哦，谢谢大家祝福我们啊！谢谢。欢迎，来这边请。放心。大家好，我是铁豆，然后我是一名轻极限运动的摄影师。然后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啊！作为一名极限运动，我们的婚礼啊！对，把他摘出去了。毕竟有我胡科姐在那儿，我也不敢乱说话。没事，今儿我跟他没关系。哎，这句也要留下，这句也要留下啊！胡科姐，对不起，太拼了，真的太拼了。接下来，李小牛，小牛，你小牛哥来。李小牛，你的新娘是吃瓜协会会长。哎呀！哇！哎呀！哇！我的天哪！你说你小童来一期节目，你说你嫁给他了，你这，我俩北京人，好吧，没得聊，好，下一个。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郭大林的新娘，美少女战士。哇哦。
小姐姐，她超喜欢大林。是吗？郭麒麟，你一会儿就通知你爸就完了，你就打个电话，你说我接完了都，你就通知他就得了。来来来，特别配。这样，我先给叔叔帮你拍张照片，给你发过去。别的。我刚刚知道，你知道你的这位你爱人是做什么的吗？你咋知道啊？我爱人做什么？凭什么你比我先知道？我们是一个单位的。真的假的？问一下那个战士，这位不是美少女战士。哎，您好。您是做什么工作的？首先我是一名急诊科的护士。哦，等于他是您的病人。哎呀，我不是，不是啊。我要是我就给隔离了。他是去支援武汉的一名护士。哎、哦。我的愿望是疫情结束以后记得一直听相声。这是我心目中的老公。哦，哎呦，这话说的。那我算英雄家属了。算算算。是的。哎呦，好，太好，太荣幸了。光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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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少女战士，你最想跟他做一件什么事情？我是有点想问一下，我以后去德云社听相声还要买票吗？当然不用买票了，德云社都是你的。你这话，郭麒麟替他爸做主了。我说怎么拿个扇子写个德呢？行，没问题。好，下一位新郎是蔡小葵啊，是我。哎呀，小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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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掌声有请蔡小葵的新娘。鸡毛菜菜能。哇，哎呀 baby 也种在家种鸡毛菜，我忘了。真的吗？对。那就到此为止了是吧？没有了哈。别，哎，好了，还有烧假的，还有吗？还有，对不对？别走，别走。我配的不是老婆，我真的是配了一，就是什么？不要这样，不要。他这个我真的很好奇，来吧。掌声有请贾斯汀的新娘，一人千面。哇！很美啊，真好真好。哎呀，哎呦我天哪，哎呀我的天哪。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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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哈哈哈谁结婚这样？给生活比个耶。第一次没有经验。好了好了好了，大家知道你没有经验了啊，真的。小贾，你比较像花童哎。是，我觉得我也像。一人千面，也来先自我介绍一下。对对对对对。我是佩奇，我是佩奇。哦，声优。哦，佩奇。所以他为什么叫一人千面？哦，真的假的？我是佩奇。天哪！佩奇，佩奇，我是乔治。乔治，你好，我是佩奇。哎呀，哇，好厉害啊！太厉害了！我就说怎么这给我画了一个小猪佩奇呢？就很像啊，真的很像。对对对对，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你还说人家一个人可以吃1000碗面，你搞什么？我是猜的嘛。是不是都结束了？咱们一起合个影吧。我用这个 OPPO 这个新款的这个 Reno 4系列，这个产品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婚礼啊，因为它是红蓝 CP 款的。你看那俩在一块能凑成一个小心心，给大家自拍一下。好，好的，恭喜各位喜结连理。接下来你们几对就要接受考验。获胜的夫妇可以获得模范家庭的荣誉称号，并且得到奖励。六组根据抽签，两两对战。进攻方蒙着眼睛向后打，防守方快速通过后排座位，被打次数少的一组获胜。我觉得咱俩别你打完我，等咱俩同时进攻。
请出歌。那么兴奋啊！心狗嘞，被打了呀！我要心狗嘞，马心狗嘞，马心马心狗嘞。你们一共被打到了十下，把拍子都打掉了，老当益壮。让他们先玩，等他们累啊。报仇的时候到了。可是我手短。没关系，我们打回来。好，请出歌。BGM。一起上，然后我挡着你过，然后我就说，那你得先上去。对，我先上，因为你紧跟着，咱俩就是同时。可以这样啊！你被铁豆摁住的那一刻，有没有感到？我有种无力感。你怎么知道是我按的，不是沙老师按的？因为你一边按一边说：“不许你欺负我老公！”你别欺负我老公！我跟他拼。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老公还是被拍了。你说你多笨呐！我本来是打算帮你挡着，用了。恭喜沙小艺和铁豆获胜。你可以站起来。站起来。不用站吧。咱俩一块儿过去。对，就是我，你走这边。行。哦，一起过很快，其实会。他们是打算音乐一停直接就走。对，请出歌。辛苦快乐，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快乐，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我这一大嘴巴。辛苦快乐，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辛苦了，把你好。你好。给了我一个嘴巴。我这一大嘴巴给的我。郑恺，发生了什么？谁？李小牛、关晓彤总共被打了九下，所以这样还是不行，还是得快。就一个一个过呢，被打到的几率反而更高。我们应该二合为一，两个人合体一起通过，对不对？请出歌。Take it away, yeah. Throw your hands up, then point them to the floor.
看着就要下狠手的脸，先省着劲儿呢。你看，小童还蓄力呢。你看，我们手很长啊。新闻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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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快乐。哎呦！哎呦呦呦呦！郑小凯被打了八次，潇潇一次都没被打到，行不行？没被打，我看没有，还好吧？模范家庭，辛苦了，辛苦了，模范家庭，恭喜郑小凯和李潇潇，恭喜！喝口安慕希吧。我总觉得有诈了，就还没开始呢，没放音乐呢。我是不是要假装拧不开瓶盖啊？哎呀，你怎么拧不开瓶盖啊？啊，是的呢。滚！哎呀，我太暖了。你们俩真的开车走吧，开车行。你俩确实把我们拴着了。我本来是打算帮你挡的，但是用了。用了。别欺负我老公，他年纪大了。所以这样还是不行，还是得快。我们应该二合为一，两个人合体一起突破。请出歌。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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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百年好，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差不多，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新婚快乐，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哎呀！Cool。这要干嘛呀？要飞呀！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的天地，我要重新找回属于我的天地。哇，哎呦我天哪。所以只被打到了一下，杨超英打到了两下，总共三下。啊，他们是郭正啊！太累了，我想重玩一次。早说你可以飞的，早说可以跳，谁不会呀？我就真的，我直接从这儿起跳，我就飞过去了。哎，我的天，我这腿不够长呀，咋办？你以为我够？你以为我够？好，请出音乐。不是啊，谁叫我？
有点不像话。谁？谁偷窥了你？这扣都给我拽拽，都给我拽掉了。我本来是希望用这个西服发髻给你俩扣住，然后趁这机会我们赶紧走。我也没感觉我被扣住啊。我也没感觉。所以一切都发自你自己内心深处，都是我设计，都是我设计。哇，今天的天气也太晒了吧！让我们赶紧来涂一下我们的肌醇烯小金钻，巾帼服帖不假白，无粉质，还特别特别的水光。恭喜我们三组获胜的家庭获得了模范家庭的荣誉称号，你们的人偶将会在人生阶梯上上行三格，达到人生的巅峰了。各自的搭档呢，也可以获得由我们 MC 为大家提供的四种口味的畅饮券，祝你们幸福美满，一起安慕希。文化2020，一起安慕希。婚礼只是婚姻的开端，家庭理财是婚姻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止步，六户家庭这天相约一起去彩票店买彩票。一气奔腾，气息啊，一气奔腾，一气场，一气场的，坐着这好车，看着这美景，啊，体验着不同的人生，啊，旁边伴着这么一个帅气的胖小伙。进入到家庭生活的你们一定已经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购买彩票极度靠运气的。我们今天只有7张彩票，也就是说你们8个人当中有1个人是没有彩票的，是没有彩票的，没有奖。但是这7张彩票当中呢，有1张是今天的巨额奖金。拿到这张彩票的人，你的人生阶梯可以上行5层。我们人生巅峰就是这么的草率吗？就这么随意吗？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个非常考验运气的游戏，随机切换电视频道1到69，按到的画面里出现的人最多的那个成员就拿不到这张彩票了。来吧，从你们来吧。这样吧，我来55好不好？凯凯，来个大的，凯凯，来个大的啊，来个大的，一共多少？69是吧？对，69，来个大的，69个人，哦，5个人，祝你平安，祝你平安，那我走了，没有彩票了。现在请随机抽取你们的彩票，来，随机抽啊。我不打算最后剩那个还是我了，今儿抽的你把我抽成第6号拍。最后一名怎么着来着？最后一名没有彩票啊。你是16。我这个预感觉要中。我这也行。我感觉我要中。大奖在这儿呢，真的。我从来没有这种这么强烈啊，这么强烈的冥冥之中的这种感。你这个位置坐的就是一个衰位，你挨着他呢，你知道吗？他把那些衰的都吸走了。我们的这个摇奖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一起看电视，来对彩票就可以了。快说！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呢，我们看到33个红色号码球呢已经快速运转起来了。我们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马上为您揭晓的第一个红色球号码，来看看是几号。好，今天的第一个红色球号码产生了，我们来看一下，是33。好，今天的第一个红色球号码产生了，我们来看一下。33。产生了，我们来看一下，是3号。3号在今年呢是第18次出现。三。有。有。3，他没有3，不是，你还可以中奖，只是没中大奖。来看看今天产生的第2个红色球号码，这是几号？今天产生的第2个红色球号码呢是03。等一会儿，第二个会是几号？今天产生的第2个红色球号码呢是28号。28号呢，在今天是第二。28有。
来揭晓一下今天产生的第三个红色球号码。今天产生的第三个红色球号码呢是11号，十一号在今年呢是第23次出现。我有。今天产生的第四个红色球号码呢是5号，五号在今年是第20次出现。5号有，还有两个。5号我也有。我也有五号了。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是没有奖的那一个，无缘了。今天的第5个红色球号码产生了，我们来看一下是30号。30号，我到现在每一个都有。我也都有。30，我现在每一个都有。二八，我有。二八，多少？多少？我要。哎，第一个是3还是30？三。几个？几？我有。30。哥买过题材。好，今天产生的第6个红色球号码呢是33号。33我也有，33我也有，耶！33我也有，我差一个。我心跳好快啊！我也不行了，真的。我本来你也全中了，我也全中了。不行，他是篮球28，我篮球01。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蓝色球会是几号？28。今天的蓝色球号码是1 1 1 5 5 5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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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一号，一号在今年的是第11次出场。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我是四个红的，一个蓝的。我也是一二三四五，我5个红的。三等奖啊！没有蓝的。你几个？我6个红的都对了，但没有蓝的。那你跟我一样，我对5个红的，1个蓝的，6啊，二等奖。咱俩一样，都2等奖。哎呀，给你们高兴的呀！你们的人生啊，充满了侥幸。这是有起有落的人生。人生，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落呢？你可能还没到时候吧，你还年轻。开奖节目当中的双色球是中出了7注，单注奖金额是。哎，蜜是什么？放广告了。好好看的广告耶！来喝一个，喝一个。红燃2020。一起安慕希。开奖节目当中的双色球是中出了7注，单注奖金额是1282万多元的一等奖。1282万多元的一等奖。1282万。一共这些钱，一个人啊，一个人就中1200啊。然后你们可以揭晓一下你们其他人分别是多少奖，中奖金额把它撕下来就可以了。这是李晨的，来你撕这个2等奖。10。我不录了。别，什么的，别，这是不是差点太远？不是，这不赖我们生气啊。那薇薇，咱这还撕吗？啊，不行，不行，啊，不行。
五元，你看，缺这五块钱吗？真的是不缺，没关系，有时候就是这样。哎，这种时候啊，我觉得啊，就像我一样心态就好。我不要，要五块钱我也要。那么恭喜李小牛还获得了一枚小黄金作为黄金理财奖励，同时你的人生阶梯也会上行五层。一、二、三、四、五。哇 ，C 位出道，好高啊！很遗憾，小童跟 Justin 虽然。就是这个节目就这么对飞行嘉宾，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知道起来就是，哎，没有，还有一个人没有，有陪你。很遗憾，那虽然拿到了彩票，但是没有中奖。哥给你红包啊，是拿奖。有安慰奖吗？没有安慰奖。同时，你们的人生阶梯还要下行一个。下行？哥，你看看我已经在最下面了。没办法，因为你们损失了一笔钱。对吧？所以你们阶梯要下行，来吧。啊！来，我帮你们走。下。Justin， 哎，等会儿下，连彩票都没资格有的，是不是得多下点？没有，他不用下，因为他没有投资。啊！我人生走得很稳。要不然哥给你五块钱，来一注，来一注，不要。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开奖视频是历史上真实并且最大的一串彩票弃奖号码。弃奖就是开奖后没有人领奖，而且在当时这位彩民还买了两注，就是他中了两个1000多万。哇！然后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发现？当时这份弃奖最终是被捐出去做了公益。啊！大家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很多阶段，从相同的起点出发。却不知不觉过成了迥然不同的样子，而决定着不同的，就是你们不经意间的一次次的选择。这是到了人生的选择了，这个怎么办啊？我遇到了人生的难题，走向了人生的岔路。哇！人生面临无数次的抉择。是什么啊？你看里面亮的。海洋 B 呢？我们里面是个舞台吧？不会要表演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开门吧！芝麻，开门！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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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我有特色的哈！怎么还有啊？真的是大转盘，我今天说了。天哪，转盘！不会吧？天哪，这个做的好牛啊！人生的大转盘呢？哇！找地儿坐吧，您往里坐，往里坐，往里坐。哦，那我坐这儿吧。转到什么是什么了？估计。欢迎大家的到来。吓我一跳。有研究表明，人平均每天会在不经意间。做出43000次选择，43000次选择。有一些选择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却影响了命运的走向。接下来，你们将通过自己选择，决定你们人生下半程将何去何从。你们面前的命运轮盘上有两个数字，分别对应了两个房间。哦，轮盘转动后停在你面前的数字就是你即将前往的房间。生死局有点那感觉。对，咱俩的房间还不一样。不一样。在每个房间里
你们要做出人生下半程的选择，每一次选择的结果会影响你在人生阶梯上的位置。你们的人生将在轮盘转动的那一刻走向不同的岔路。天哪，好可怕，好吓人啊！这么有仪式感啊！人生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些仪式感。三、二、一，请转动。走，走。走。哎，声音，什么声音啊？怪瘆的了。喂，哎，还是一小童子的。喂，喂，妈呀，二，喂，哎，完了，喂，完了，一二，喂。我们二，我们第一。请各位分别前往你们的第一个房间。啊，我一个一个去啊。啊，那我有点，那我有点害怕呀。啊，我一个一个是这样的呀。我也不行，我害怕。你去一号，你去二号。哦，是这样分的。哦，走吧，走，快来吧。人生就要面临选择了，啥也看不见。神秘啊，神秘。哎呦妈，吓死我！哎呦喂！哎呀，哇！什么呀？哇！这啥呀？不知道啊。这还是挺恐怖的吧？哎呦喂！哎呀，别吓我啊，我胆儿真小。哦，一二，走到人生的分叉路口。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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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多啊！哇塞！不会是吓唬人的吧，凯哥？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见了。保重，保重，保重啊！保重，保重。那咱就走到人生的分岔路口。拜拜，小颖。祝你好运。祝你好运。拜拜，拜拜。分道扬镳。拜拜。你去二，我去一。是个沙发啊。原来是有视频看啊。这是干嘛呀？灵魂大拷问吗？哎呦，这是什么呀？嗨，有什么放马过来。 Come on， 有人吗？郭大林、李小牛、蔡小葵、贾斯汀，欢迎你开启人生的下半程。接下来你会看到未来人生中的一段经历，结束之后请做出选择。好好好。哇哦，我哇哦，妻子。亲爱的。啊，你怎么脱发了？我没有这种发量的烦恼。真的吗？我怎么脱？这真的吗？假的，假的，不可能。我秃了。我遭遇了脱发危机，吓死我！剃秃了生发呀？哎呦！哎，我该怎么办？这怎么选的？请说出你的理由，然后进行选择。我的天哪，人生面临无数次的抉择，
我决定干脆理一个光头。我肯定选择干脆理一个光头，毕竟我爸也算半个光头吧。而且剪个光头不也有挺多挺精神的人吗？是吧？徐峥老师、葛优老师，可以理光头。不是现在，不是，等会儿不是现在理吧？以我的工作来说，我肯定得植发呀，毕竟发型还是得有。我会选择 A， 植发，其实就是看看这个条件，都已经烛光晚餐了，未来的我，这说明我的条件肯定还好，不会很差。就一个月这个植发应该也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大的财务危机，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植发。 A， 走了。沙小丽、郑小凯、杨小野，接下来你会看到未来人生中的一段经历，结束之后请做出选择。喝酒，我电话响了。他怎么又加你？谁呀、啊？谁呀、啊？谁加他？前女友，特好看那个。他怎么又加你？加啊，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不能吧，外面的老婆发现不太好。加就加呗，万一真有正事找他呢？请说出你的理由，然后进行选择。这灵魂的拷问吗？反正是我呢，我就不通过。嗯，反正也没啥好聊的，是吧 ？B 吧，没什么理由，这是不是？真正要有什么事儿呢，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所以我选 B 不通过。我选 B 不通过。我在我结婚之前，曾经给我的前任女友打过电话，然后我告诉她我要结婚了，她也给了我祝福，然后我说我会把你删掉。我是希望把这份美好永远，珍藏，成为我的曾经的美好的记忆。我不希望现在我们在有任何的联系，会让我的妻子，有一些不必要的困扰。曾经的就是曾经的，现在的就是现在的，这是我的理由。我选 B 不通过。是我呢，我就不通过，没什么理由。我选 B 不通过。太牛了，我觉得咱太牛了，我真的没想到最后这一趴这么牛，一个一个的选择。拒绝了前任的好友申请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天哪，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妈呀！哎呦，好吓人呢！拍的挺生活呀。哦，二胎。生完怀上二胎，几个月后，几个月就，哎呦我天！来，跟你一块玩。爸爸。哎，儿子。我觉得我们得换套大点的房子了。我也这么想啊，那咱不是图这套房子的学区吗？你说那些新的小区，环境是好，房子是大，但咱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啊。学区房等咱们以后有钱了可以再买啊，现在当务之急是给孩子一个舒适的成长环境，这也是家庭教育很重要的一方面。再赚一套学区房，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哼，你想累死我吗？请说出你的理由，然后进行选择。啊，这真的好难啊，怎么办？我遇到了人生的难题。二胎想舍弃学区房，再赚一套学区房，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我会选择 B， 继续住在条件糟糕的学区房，保证孩子能够有充足的睡眠，然后保证孩子能够上学比较近，甚至乎有的时候可以回家吃饭。我觉得大人是什么都可以克服的，所以我选 B。A 吧，理由就是不能难为了自己。我会选择继续住在条件糟糕的学区房，不能因为觉得条件不好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习，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学区房固然重要，居住环境、生活的品质更为重要。不是说舍弃了学区房，孩子就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教育是方方面面的，还有家庭的影响、身边的朋友、父母的陪伴。所以我选择的是 A。学习重要。好，我要选 A。来了。哇！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你选择继续住在糟糕的学区房里。25年之后，你的孩子成为了大企业的高管，你的亲朋好友也纷纷向你求取育儿经验。宝宝，你看。这墙壁上是不是贴满了奖状？是不是？这个是妈妈的表哥，他小时候啊特别厉害，年年都是三好学生。而现在呢，他已经博士毕业，进入伊利集团这么厉害的公司工作了。哎呀，这公司好好好。小姨父啊，您看，我儿子都这么大了，表哥怎么还一个人呢？是不是因为他太优秀了？对了，他今年都30了吧？你怎么也不催催他？大爷，他好像不太愿意我们干涉。这个好难想象啊！怎么能是干涉呢？现在年轻人工作范围、生活范围都很局限的，根本认识不了什么女孩子。你这样是在帮他打开朋友圈，就算谈不成，多个朋友也好呀。这是你的最后一次选择，请说出选择理由，前往最终的人生站台。
这一步确实我还没有经历到，我很难想象自己30年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如果他30岁还没有谈恋爱，为他安排相亲吧。我还是选择 B， 顺其自然。其实我能理解这个，到了这个年纪父母的心情，啊，我用不了太久，我就会到这个年纪了。但是呢，我觉得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他该在什么时候这个谈恋爱，该在什么时候结婚，这个一定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而且我再外加一句啊，我再外加，因为我有2个儿子啊，我相信，即便是顺其自然，两个应该也会有一个着急的，啊，所以我选 B。哎呀，他们都30了，我现在应该是60多了已经。我选 B 不通过，曾经的就是曾经的，现在的就是现在的。是，我觉得大人是什么都可以克服，即便是顺其自然，两个应该也会有一个着急的。哎呀，你瞧瞧我们这声光电，太牛了。啊，这是我的遥控器。你选择尊重儿子的意愿，在他40岁的时候，终于成婚了。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我就不可能找到我的真爱。สวัสดีค่ะวันนี้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พระคุณทุกท่านมากมากนะคะที่มางานแต่งงาน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找的还不是中国人，啊，泰国儿媳妇儿。语言不通，以后怎么交流？30多年来，我们都一直住在小房子里。我的爸爸和妈妈把所有的财力和精力都给了我，所以今天我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我和 Lisa 在普吉岛给你们买了一套大房子。度假的时候就可以去住了。我今天看了最后的那个儿子发言，说那个我跟我父母一直都住在一个小房子里，我爸爸妈妈一直对我的各种支持。其实我看到了我爸妈，你知道吗？我都14岁了，我们家还住一个屋呢。我刚结婚，带着俩孩子，真住我岳母家。我在我岳母家住了4年了，他爸他妈一个房间。阿姨带老二一个房间，我俩带老大一个房间，就3个房间。后来我有了点积蓄，改善了一下生活环境。你人生选择好快啊！啊，这有什么难的？不就做选择题吗？哎，谢谢。你是一还是二？
这边。二二啊？你就是你是选择学区房那个是吗？啊、哦、对对对。然后呢？然后那个他30岁还没找着女朋友，然后问我要不要给他相亲。你给你就相亲了？我给他相亲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在老年角乐此不彼。No， 我错了。四平啊，哎，你好你好，帮我女儿看一下。哟，你家女儿要求挺高啊，不过没问题，我这儿有合适的资料。No？ 啊？就完了啊？那一的故事是什么呀？是否选择植发？上升了，对不对？总体来说，总体来说应该是上升的。我好像下升了4个。下降啊？你还下降？我以为。没有下降这个，有，还有下降啊！我遭遇了脱发危机，下行一层，植发几乎花光了你所有的积蓄，又下行一层，这么贵呢？为了弥补亏空，选择了接受委派到非洲的长期高薪工作。男生嘛，事业很重要，因为长期异地，你们遗憾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但是科技的进步再一次改变了你们的命运。5年之后，你们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听了一圈下来，我怎么这么惨呢？你怎么的了？怎么了呢？为了挽回形象，斥巨资选择了植发。就一个月，这个植发应该也没有很大的财务危机。这个月还有车贷、保险、分期账单、老婆的生日礼物，该怎么办？你为了维护家庭，并没有选择和家人分开，去接受非洲的长期高薪工作。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绝对不是因为钱在一起的。我跟我的妻子一定过着很幸福的生活。我真是受够了！我才受够了呢！谁给你过这倒八辈子血霉了？你知道吗？你选择分居来逃避无休止的争吵，希望可以利用距离让彼此冷静。谁料，啊？爸爸，我也太惨了吧，太惨了！你读读这个，70岁的你只能与鸟为伴，孤独终老。我不想与鸟为伴，我最害怕的就是鸟了。为什么？他说，你最后的70岁的时候，孤独终老，与鸟为伴，结束了你的人生。真的假的？与鸟为伴，与鸟为伴。分居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是装作若无其事，假装在孩子面前继续维持婚姻。那我肯定想分居之后，大家这是解决问题吗？没有没有没有，小贾，成熟的男人会选择装作若无其事的继续。那不就是在逃避问题吗？两个人在演，那个叫缓兵之计，你知道吗？对啊，我一想分居，给我分居了30年，三十年，我直接70岁了。我说这道问题对于18岁的小贾来说有点太难了。就是从植发开始的这个恶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简单了。你们的档案已经完成了，你们的人生阶梯也已经走完了。恭喜李小牛，你在人生阶梯上所处的位置是最高的。哇！在我们送出获胜者奖励之前，我们档案馆还有一个最后的仪式，就是请你们将自己的档案进行归档。归档？啊，自己选择。幸福是幸福，还是认为是普通，还是不满意？你不满意，小贾先选，小贾先选。与鸟为伴，与鸟为伴。小贾看着鸟不行，我怕鸟，我就是。我是这样，跟你那个孤独终老比起来，我觉得我挺幸福。我觉得很好。对对对，这都是在世俗的眼光当中认为我们应该获得的所谓的什么人生巅峰不巅峰。郭老师说的太好了，你别看我在这儿，我就觉得我幸福，怎么了？我就幸福，知足常乐。我认为还是幸福的。
我很幸福，我很幸福。我叱咤了老年的朋友圈，嗯，完全满足了我中老年人的虚荣心。恭喜李小牛。以及其他除了 Justin 之外的所有人，你们都是今天的获胜者，恭喜！哦，将档案归类到幸福的所有成员，你们的人生也是成功的。你看我就应该改的。就是说 Justin， 就是说这个排名它不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开心，你要幸福啊，你要幸福啊。自己要开心。今天的人生阶梯象征着外界对于人生成功的定义。很多人认为，我考上大学了，考上好的学校，上大学了，我有工作了，找到心仪的工作，拥有很多的财富，就是一种成功。但是人生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如果你能感受到生活中的幸福，拥有爱与被爱的能力，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为什么我的人生只有落呢？人生吧，冷暖自知，苦乐自知，知足常乐。其实你做的选择都没有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自己的幸福无关于别人，只要你觉得你就幸福。我们今天将前往非洲永嘉进行一个徒步。好舒服呀，这个叫做海泉，啊、这你都不知道，这游戏没法玩了。赶紧！往前爬，把它升起来。我已经受不了了，这艘翔已暴打在水里。We run for the dream， 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 ，We run，We run never stop， 就想让你知道，大雨中我也在奔跑。